睛最帅气的，最有活力的，头脑最清晰的。哦，好吧，那咱们在一切开始之前啊，欢迎我们今天到来的两位尊贵的客人，分别是我们的范长长，欢迎长长，一姐带领的懒乐队，他们分别是，你稍微小一点声。好，他们分别是野马，不是那个野马，野玫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的野玫瑰 Mary， 长长不会是你吧？姐，真，但凡是您看过我综艺，从来不会让我当过卧底。为什么？笨。啊，那不，这个综艺不一样，因为这个综艺全是笨的。哎，他们派的，你这样。他们派两个大个，咱也派俩大个。行，你跟程程先上，对文赫和长远，好不好？行，加油！你先来，你先来，是不是？怎么等会儿？怎么是王胜思啊？咋的？那王胜思，那我们就换队员了，我们战术不对。不行，换个人，不行，换个人，不行。哎，哥，你刚刚不是说文赫跟长远吗？为什么这么想让文赫上？文赫肯定有问题啊！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干嘛你？这怎么了？哎呦！皇上，接着，没有。哎，那儿在思思呢。思思，别那样，蹲尿盆。哎呀！完事儿。哥。啊！把我拿回来。盆了。咱一个没抢着吗？一个也没抢着。我跟程，哎呀，主要是我告诉你，我找那一堆，你为什么奔那儿去了呢？我说那一堆，我负责那一堆，程程负责那一堆。我是先去摸了，我摸没有，但我发现你们能找着，我就先往外蹦。这事儿跟程程没关系。是不是？哥，你这第三脚就迈到桥外边。我就当腾哥让你摘眼镜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掉下来，你会把这个归到眼镜上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俩哟。我觉得现在整个队里面，我唯一信任的就是你。信我姐，真的吗？我这么努力了，是不是？我一共30分是吧？我给你20分。太多了吧？太多了。你稍微均一点。不行，因为我觉得艾伦跟海宝是最有可能。行。他俩我都不打算给他俩分。行不行？20啊，可以。派人的时候用弱的对最强的。对。但问题你们三个都最强啊，我们是三个最弱呀。谁说的？气势不能掉。咱们袋鼠这个拼体力的，艾伦你第一炮啊。第一炮，一炮打响，当头一炮。行。嘿。程程也不好拧成。对，派出来最强的干将。看看啊，思思吧。思思啊，行，思思。来啊，还有一个人呢。好，石头剪刀布啊！不行啊，我一把都没有。为什么三把都出锤子呢？啊 ，unbelievable！ 我也是想不明白，问，哎呦，哎，拉木，你不要那儿贴。那往哪儿贴？就这两排。你胳膊上也能贴。我胳膊还有啊。那胳膊太容易，但是没事，我这。咱俩这样，咱把。其实这是我的肚子。哦。这是我的肚子，我不好意思。程程扳回一局的可能性非常渺茫。哎呦，程程平时健身还会跳舞，还会跳舞也能用上，我还会打乒乓球呢。来，
加油，腾腾，加油，厂长加油。哎，我们选手。哎呦，就你们团队就这一出来都这样，还能赢？泥泥拉拉的，宝贝。来吧，来，哎，给人家举牌。哎呀，准备。对，开始。厂长，不用手下留情啊。不用手下留情，你也插他眼睛。啊！可以可以，思思可以啊！不行就用一个同归于尽的战术。你不行，你从后边抱住他。哥哥。好，怎么又翻过去了？怎么又送回去了？我记得我掏出来一个。在这儿给我体现拾金不昧呢，是吧？掏出来了！掏出来了！哎呦，思思刚才两个旋转，原地旋转，旋转跳跃。Never break, always fight, never quit, do it right, play the game, win it life.No、shame 还咬人，你怎么还咬人？这是一只野十秒野生袋鼠，我们是野生袋鼠啊！倒计时了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哎呀，以后嘉宾谁来呀？让人象征性的撕一个。摘星队两个球，蓝乐队没有球，现在目前比分是5-0。哎呀，跑长征不怪你。这野生的跟家养的，这没办法啊！我想把你以前的掏出来。谁倒退比较厉害？程程是不是倒退比较厉害？程程行吗？行，我指挥。好了，倒着是要穿是吧？正着走的不需要穿是吧？那个海宝，你跟他换一下。好，你穿那个。我穿这个啊，行。程程，往左手，哎，左手回来一点，对，直走走。咋这么窄呢？对，就这么窄，慢慢的啊。往前，对，往前，对，往右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程程别往后，往前，对，往前。哎，真好看，程程这个造型。停，程程，停，站直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哎，站起来。程程怎么走着还栽了膀子呢？你往前一点就是气球，你使劲跺一脚，对，跺它。哎呦，漂亮！往左一点，好，往前，往右，哎，往直走，有一个气球，漂亮，直走。程程，往右，右，对，你往后退一步。好，就是哎，倒头，切乐器，你就扶着高海宝就行。哎，海宝，你看着点脚底下啊！你看着点脚底下，听不着姐。往前走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百边跑，炮兵八百标兵。哎，好，走，往前走。你身后有个铃，对，摁。好了，好了，程程摁。哎，好。哎，今儿不的木头不大皮儿，嗨。艾伦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艾伦说，你要不进来，腾哥就告诉我了。怎么可能？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对呀，我现在觉得你有点可疑。姐，你看出来没？他一定是那个队的。我这个解释是解释不清楚。好，我们恭喜各队完成了任务，请大家前往下一个任务点。谢谢大家。下次拿我，这就是目前的分数情况。你给海云那么多有啥用啊？你是想蹦还是想拼？我击掌行不行？你是想蹦还是想拼？我击掌行不行？那你咱俩在那拼吧，让他仨。行，那我阿丽在那儿。行，那我们分好了。拼拼图的人需要穿着一个充气的宇航服啊。那我。
我来。姐，只有一根竖条的，快快快！好，结束了。我以为咱们这团奏是动嘴的，没想到是动腿的。一，你骑车咋样？还行。那你来呀、啊。行。我能不能钻里那个？行。我一直想玩那个，一直没玩过。姐，咱俩那个行。那我们就这么定了啊！我骑摩托，行。完了，你俩换一下，你俩换一下。程程对我们有什么意见？你俩，哎、眼睛瞪得都反光。行，我们布置完了。请问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骑上小牛毫无保留，我们两位队员已经出发了，向更难的一个任务发起了挑战。程程加油。好，漂亮，在第一个弯道就甩开了程哥。率先交棒的是范程程老师，你有点小牛哦，为了我们月盾梦冲啊。哎呦，干什么？哎，怎么我们队领先的啊？啊，程程，等等等等程程。哎，我撑不过四四哥。你上。好，让我神儿消。最年轻、最帅气的，最有活力的；最年轻、最帅气的，最有活力的；头脑最清晰的。哦。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漂亮。再加程程。程程，对，行行，可以。那咱们先进行咱们这个一v一的比赛环节。程程，加油加油！我们队的希望就靠你了。有一种职业选手的感觉，紧不紧？还行。拉起来，举起来啊！小箭步，往前砍死他！砍死他！哦，可以连续发五个球的。哦，对对对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这不一下就完犊子了吗？我也觉得有点够呛的。有几次盾？三次盾。三次盾，你看看人家多帅、啊！哎呦我天！来，程程，友谊第一，来，友谊第一。好了，双方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比赛开始！加油，燕哥！程程，加油！发射！哎呀，激光炮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！哇塞，漂亮！程程好帅呀、啊！程程，好、哦、好，哎呀，漂亮！他那盾可以打破，程程。哦哦哦！这太臭了，太棒了，赢了！我死了。远哥是防守战术。没特效的感觉特别傻，干货。他俩怎么感觉跳上老年 disco 了？还是队伍？哎哎呀，漂亮！扳回一局。哎，漂亮！他打了个正中心。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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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给他喘息的机会，三比一，加油程程，别心疼胳膊，甩起来，五四坚持住就赢了，二一，游戏结束，漂亮，好好，哎，我兄弟太累了。第一轮恭喜我们的这个揽月队获胜啊，我们必胜，有程程在必胜，二爸爸一，比赛开始。加油，元哥、童哥！起盾！谁给我 KO 了啊？啊？
主。我们领先，咱们暂时领先啊！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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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平。哦，我们领先，哦，我们领先了，挥手，领先了，挥手，挥手，挥手！走我！狂发狂挥手，走一走，走一走，加油哥！十三了，十三了，灵活走位，起盾，四十五。加油加油、哎、呀赢了赢了赢了，五四三二一，比赛结束，我们恭喜我们的摘星队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厉害厉害，二十一秒，二十一秒，太牛了，腾哥赢了。哎呦这胳膊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咱们中咱们三个人啊姐、嗯、有一个人一个人没杀死了十一次，一个人没杀死死了十一次，那肯定玛丽，玛丽是卧底，我杀了几个，玛丽那是零零杀十一次。丽姐，我的是不是坏了？就是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你看，艾伦，你开始使暗语了，你简直了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狼刀狼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用任何人使。我就一定还要挑厉害人，改变。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激动人心的卧底归队环节，走吧，你俩。远哥走过去了。啊！什么？什么？你睁眼看看呀！真的是你啊！哦。哎，宝宝你看我一眼。啊！你好差！笑死我了！啊什么呀什么呀？你到底是哪边的？誓死效忠摘星队的。啊！你是王哥的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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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觉得现在整个队里面，我唯一信任的就是你。信我姐，我这么努力了。哦，太棒了，程程。程程，不用手下留情啊。那把必须赢。我们要恭喜蓝月队获得胜利。我一共三十分是吧？我给你二十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稍微均一点。不行。我现在看出来的玛丽是除了程程，咱仨都不太信任。你会后悔的，姐。哥，你是卧底不？我不是，你来。别骗人了。嗯，我都收到指示了。是。上场！我觉得现在整个队里面，我唯一信任的就是你。信我姐，我这么努力了。你会后悔的，姐。都在你们那儿了，都在我俩这。哦，姐。但是我也就你弟弟这些了。我说你应该信任我，你给我，眼泪都出来了，长城啊！哎呀，哎呀妈呀，给他们财富全带回来了啊！我这得有八十。哎，长城眼泪都出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艾伦，我已经滚了。我确实没想到是他，我所有的币我全给他了。
我嘴上说我不按照你的计划，其实我就这么做。哎，我打死也没想到啊！姐还是被我的脸骗了。我跟你说吧，彭真确实太努力了，太努力了，太努力了。关键人家吧，人家演的也好，人家就很认真、很单纯、很真诚。因为我觉得经过这几轮，我可以锁定他就是个好孩子。孩子是好孩子，他对我来讲也是好孩子。你得看谁家的好孩子，好孩子肯定是好孩子，那别人家的好孩子。你卧底胜利还是有一点罪恶感。我最终确认一下啊，姐姐这队别确认了，我输了。